甜啊，这个太狠了，可甜可凶可狠可辣，他们这个真的跳太到位了，就是各种风格能各种驾驭，其实跟我结果还不是比赛的舞，也还不是比赛的舞。最后那个比心，我刚刚在这比了半天，我这个好考那个小脑，那个平衡。What is it？ 是这样的吗？是什么样的？是，它是这样的。食指和中指，食指和中指。哦，这样，哦耶，呜呜，嗯。好，那为大家来公布我们 TI Queen B 获得的分数。朱理人打分571分，加上10分的加成，总分是581分，恭喜！太棒了！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好的，接下来要出场的是我们全场唯一一支 House 团队 Werewolf。Werewolf 成立3年，是全场唯一的 House 团队，也是年龄跨度最大的团队。年龄最大的成员豆豆今年40岁，中国 House 最早的探索者之一，曾获 KOD JD House 冠军。年龄最小的成员只有18岁，大家共同的梦想就是推广热爱的 House。House 这个舞种不是。完全是从零开始的，它本身是玩出来的。因为 house 它本来是一个在 club 里面经常会用到的一些东西，所以它本身就是一个很 chill 的状态。它就是用 hip hop 的 step， 巴西战舞的那些地板的方式，也有一些 breaking 的基本功，所以我觉得它较难一点。所以身为一个 house dancer， 就是想把 house 这个舞种放到一个大众，能看到的一个荧幕上。他们的作品能否获得同为 House 舞者的赞多的认可？如果他们表现得不好的话，我肯定会说严格一点的说话。来了，好的，把掌声送给我们这支厂牌，谢谢。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我们是 Werewolf Squad。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 Werewolf Squad 的八郎小浩。我是法郎豆豆。大家好，我是螳螂大元。大元螳螂也是狼啊。行，我是 Werewolf 的队长阿里狼。铁蛇，我是狼队的伴狼。伴狼，伴狼就是伴狼。我是最近刚刚新加入到 Werewolf Squad 的，所以我是新狼，我叫哈鲁。新狼伴狼。大家好，我是淘汰狼慧慧。不太吉利啊，不太吉利啊，对。好不吉利啊，这个名字。淘汰狼大了。我可以先听为什么今天准备这个作品吗？因为我们本身是刚开始起步的团体，然后我们都是 House 的爱好者，但是我们一直认为在这样了不起的舞台上，不能少了 House 这个舞种，所以我们下定决心，大家聚起来，然后准备了这个舞台。好，没那么白。没关系，没关系。Maybe think about more thing about the dance.因为我也很爱 House， 然后没关系，慢慢来。对，我也很爱 House， 然后在中国以后有很多很好的节目，很好的机会，但其实外国也中国也是 House 的机会是很少。对，所以今天在 WG 下看到你们的 House 特别感动。他们也很爱 House， 而且有一点想到以前的 House 的时候的我，所以我很感动。而且我的青春吧，我的人生中最多做的东西是 House。House 的人太少了。我在欧洲的时候参加比赛 ，hip hop 的比赛 ，house 的比赛 ，locking 的比赛 ，popping 的比赛。然后下一年 ，hip hop 的比赛 ，popping 的比赛 ，locking 的比赛 ，house 是没了，因为去年没有人参加。house 的话是很难交朋友的舞蹈的风格。好。